上面是秋莎175级穿刺大堂，不太好打，主要是我怕我操作太好，万一赢了。兄弟们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武神坛的大堂3550，那都属于非常的 OK 了啊。梦幻西游公认最强天科129，擂台面对全服冠军也敢扳扳手腕。不是他这个号主要是套装吧？哎，套装改了，我靠，我不接你资源了，我去打临时去了啊。这兄弟们没打临时3510，这他妈打完临时，我175级物理系腿天上锤啊啊！别打临时，为啥别打临时？你不想就这么轻易的创造记录？你是博尔特，明明能跑世界第一，还得来个回头望月。我一看，兄弟们，我这种号，我一看我就知道今天和昨天哪里不一样了。他以前带的是满天花雨套，也就是少了两件动物套的套装啊，恢复了保存就行。吓死我，心不让我玩呢啊，以为我不懂得爱惜。兄弟们，挑战所有175级物理系比他高。今天我跟你讲啊，直播间里未必有175公斤比他高的。他恢复完属性3770以上啊！我操，我攻击预估的可真准，3780的伤害。兄弟们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武神坛的大堂3550，那都属于非常的 OK 了啊！你速度比他快，你是不是全敏的负伤呀？哎呀，人家这临时打的。这个是增加浮空几率的啊，空虚空虚真空虚，就是有这样的号以后的话，其实你上号也不知道干啥，你抓鬼吧觉得抓一辈子鬼也没法赚出一件装备的钱，你打 PK 吧赢了你会觉得是因为硬件，输了的话你会觉得是智商问题。其实这种号大多数时间是上号以后发呆寻找人生的意义，那句话怎么说的啦，只是身在此山中这种号玩擂台啊才稀有呢。我去玩擂台了啊，那宝宝好多没加点没法配速，哎我操失态了啊，引弓诸天正法好新颖，没有红孩儿，他是没有红孩儿，但是你不要觉得他是买不起红孩儿，这件装备能把全服的红孩儿都能买下来啊。全服有多少个红孩儿？这上面是秋莎175级穿刺大堂，不太好打，主要是我怕我操作太好万一赢了。说到邱总，又是实名羡慕的一天。全球桌落 SE 总决赛也是到达了现场，不知道这次的时隔涂山童邱总能不能顶得住。话说回来，本次的奖励是真的帅啊，入场自带特效，还有全新的车位特效。没急，他白天可能挂机，现在的擂台你想点别人的话得经过别人的允许。该装了，不应该装吗？129 3780伤害还不装，戒指4伤害，耳饰超级简易4伤害，帽子19，武器19啊！这个武器要是单加不是敏捷的话，伤害过3800了。还好没过4000，过4000其他129原地退游。东海渊怎么能做到有青花瓷的呢？后出的门派啊，转过去的少属性点，来个175级辅助也行啊！来了来了，切进来了，点了一个175啊！这个应该是那个兄弟团队的三攻啊，三攻那种啊，超级血神木林，我靠，爽了啊！他一炮能给我干死，但是我一个连招能打他20000血啊！第一个是破金身，宝宝最怕有反震，神佑了，操，烦死了！啊，直接读上了 ，OK。下回合直接宝宝枪拉啊、第一回合先来封影，我先起一下野，要不然死了。咱们的宝宝的血量，他血雨下抽不死我，先起个防啊，别着急啊。对面侵蚀 ，OK。哎呦我操，他速度比我快，血都不到7900吗？你打架就打架，怎么嘴里还有垃圾话？等会儿我开175号来了啊啊！我让兄弟把你号给顶了。我操！别啊！他速度主要比咱们快，被压制了。我三次施法，这把宝宝只要神佑，兄弟们直接铁血双阳有吗？铁血双阳啊，用三荒吧。补宝宝神佑，强拉，补宝宝神佑。哎，绿了，可以。咱们的宝宝在吸收不掉血，三荒今天起立。你虚弥怎么在反正吧？铁血生风1200、1300，这回合直接炸了个3300、4000、5000。啊，6500、9000，我先来封影提升浮空状态，再来三荒纪念，他出宝宝直接飞，再来力劈苍穹，宝宝一把枪拉，哎，每次都最后一秒让你被我绝杀。宝宝没吸收，这把为啥没吸收？咱们是三吸缺一吸啊，略，没死，再起可以，直接干了他，现在掉10000血了啊，我看看能有多少血，有30000血这么牛逼吗？啊，起，啊，爆，哎，3000开始暴必杀了，你怕不怕？二宝在他旁边，他得说了，快过来看看老王操作，操作真的不错啊！你看看，你就干不干他？这回不说我7900血了，够不够用？够不够用？下不下？喝没喝多？我跟你讲，我下了擂台，我就再也不再上来的了。啊！老板你好，可以看看你装备吗？客气了啊，宝宝克制了。
你是兄弟团队的三半血的神木啊，对不？你这宝宝怎么有两页技能？啊、哦，我是兄弟。咱们有没有什么宝宝让兄弟可以破不了防、打不过咱们的？咱们其实只要拿一只卡素的宝宝，可以无限拉自己就行了，归宿就行。他的宝宝体系还真的不太适合单挑，没有单挑的宝宝。我现在好害怕呀！我靠，我好不容易那台光明正大的用129级赢了一名175知名玩家，最后一说双方都认识，你们不会觉得我们在演吧？早知道不跟他聊天了啊！咱们先破个刮痧，放下屠刀。哎呦我去，这家伙开始尊重起我来了啊！好，完美配速 ，OK， 宝宝只要他清不掉虚名冲不掉就 OK 了啊。第一下是无敌分身，然后咱们利用开局的第一个状态直接破他啊！哇，他板死了！我最讨厌宝宝神佑了，我最讨厌别人宝宝神佑了。我19段宝石，不就是比别人多一段吗？不野，看没看见？直接就是几把枪啊，一把精准的预判让他嘎。最讨厌别人宝宝神佑啊，最反感自己宝宝不神佑。开车比自己快的啊是啥？比自己慢的是车都不会开就出来开。对你嘎我。野兽大哥，我上回合死了，这回合让我野兽的人，你快下个游戏吧。他竟然不先出宝宝，那他没了。哎呀，速度要是被卡了会难受吗？伤害为啥刮痧？因为没打野兽，因为他175 129，因为他可能调带属性了。我操，你路走窄了，你要会玩你就出宝宝。这回合兄弟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，跑。出了个宝宝，出个宝宝，你出个虚拟跟大师傅有啥区别？我又没神药。谢谢王哥，要不然我抑郁症了。你这人有点意思啊。